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。你好，三位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请自我介绍。我叫波兰，来自波兰。平常的工作是什么？在北京上波兰。哦，对，朝九晚五的工作。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妈的波兰，请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说，不是干啥呢？这来吧。你敞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今年之前揉碎了我。你鼓动风衣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。俩太不公平。啊，我快疯了。你掀起波澜，唱。你掀起波澜，滚。那你是来捣乱的？我去年买了个表。等一下，五句。小红红，不好意思，有音乐了，五句。我求你了，五句，给他机会。五句啊。五句要是再不行啊 ，GUN 啊，拿出你最好的，五句 ，OK， 来五句啊，音乐你先给他铺一点。你敞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念之间，揉碎了我。你孤单梦里卷走了我，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。太不公平。就是刚才那个老师没话可讲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我控制不住。你做到了，我为你骄傲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呢？这妈的，离不开你。哎我去，再见。波兰。